位置咧就喺呢个屯门公路嘅转车站啊。啱啱搭完呢个53号巴士。而家要去沙田轉車，再去沙田轉車，咁啊應該係 A1 啦。咁要都好多唔同嘅巴士啊，咁啊52X、53、52X 去大角咀，53去荃灣。259D 去鲤鱼门村，59M、60M 落一落去荃湾，咁啊呢度61M 去丽景北，68A 去青衣，960X 去鲗鱼涌，咁啊应该特别车嚟噶系咪咧？P960 去灣仔，258X、259X 去觀塘碼頭，57M 去麗景，58M、67M 去葵芳，690、691去灣仔，再一扎去銅鑼灣嘅。258D、259D 去觀塘，61X 去九龍城，260X 去紅磡，59X、66X、67X 去旺角，60X、63X 去佐敦。263去沙田，我要搭呢一架。263A 去科學園，263C 去大埔，258D 去黃大仙、觀塘、藍田。其實我搭呢一架都得嘅，不過冇咁快，因為要經黃大仙有啲耐嘅。61X 去黃大仙、九龍城。好啦，咁我就要嚟呢一度轉車。留意到咧，呢邊咧好多汽水機啊！A33。好啦，我去排隊等車啦。